这两三天和民进党算是朝夕相处，我看到台湾丰富生命力。郭国文委员，天生的美式足球选手，你看他抢我们周万来秘书长的书，一瞬间爆发力，抢了之后没有人拦得出来，左一步右一步立刻冲出了会场。这种人不去打美式足球，不是影响了台湾的运动能量吗？早上，林淑芬委员一拳挥出了台湾拳击的未来。你看，麦玉珍委员也不过是被他推挤，被他打了一拳，反击之后，马上立刻不加思索，用0.00001秒的时间，一拳直接朝人家的脸上打过去。现在麦玉珍委员脸非常的红肿，刚刚看到他不仅在哭，而且在冰敷。像林淑芬委员这么好的天生的练武奇才，为什么不去报名巴黎奥运呢？从小如果参加了拳击产业，台湾现在的拳击简直就可以迈入世界顶尖啊。另外，民进党的助理在二楼偷拍我们国民党委员的手机，哇，拍得超级清楚，那个对话还清晰到可以让他po脸书去炫耀。民进党这样的偷拍文化，为什么不用在政道去参加摄影比赛呢？所以这么多的人才简直埋没在这边。我希望发挥你们的才能，为台湾、为国争光。